刚才呀，突然头晕，我看到一个东西在转，离那个水很近了，转，离水很近了。我还看到一个斜拉桥，一个斜拉桥啊，看那个斜拉桥，看那个斜拉桥，哎，好像你们还记得吧？虎门大桥啊，虎门大桥去年在抖啊，虎门大桥去年在抖啊。今年在德国，哎，现在那个飞机又来了，又到虎门大桥了，那个，嗡一下子飞下去了，嗡一下子飞上了，嗡一下子飞下去，嗡一下子飞上了，一下子飞上去，一下子飞上来，哎，上啊下啊，上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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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个，哎，一进来虎门大桥又开始抖了呀，又开始虎门大桥又开始抖了呀，啊，虎门大桥又开始抖了啊，虎门大桥又开始抖了啊，虎门大桥又开始抖了啊。我看他又开始抖了啊，抖了那个头晕了啊，我们大家又开始抖了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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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大家又开始抖了啊，哎，今天是应该是4月4号还是4月5号啊？我看一下子啊，我看一下。今天是2021年4月10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3点，我在上班。我看到那虎门大桥，虎门大桥那个飞机啊，在它的北侧，又是一上一下的飞，一上一下的飞啊。我看到那飞机在下面转，在下面转啊，桥在下面啊，在转啊，转啊，然后那个飞机在转的时候，桥在抖啊，飞碟在转的是桥在抖啊，飞碟在转的是桥在抖啊，飞碟在转的是个桥在抖啊，飞碟在转的是桥在抖，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飞碟又来了，飞碟又来了啊，飞碟又来了啊，啊，这次过来是测量那个气压的啊，在不同高度测量那个气压啊，不同高度它的气压啊，平时人家说那个一个标准大气压，一个标准大气压啊，现在，哎，现在也不是时时刻刻一个标准大气压，有时高有时低啊。飞碟一转的时候，就会把那个大气压就变掉了啊，大气压就变掉了啊，为了大气压就变掉了，所以啊，飞碟来趁那个大气压的时候，他忘了把自己的因素考虑在里边，他以为测量到自然的那个大气压的变化啊，实际上是他的那个飞碟在运转的时候，哎呀，引起了那个气压的变化，这个因素你要考虑进去啊，要考虑进去，要修正掉啊，扔掉啊，他们接收到这个信息啊，接收到这个信息。啊，介绍信息走了，走了啊，再见。